定要加一点豆，因为豆奶是我的最爱。弹琴一定要加点爱，因为弹琴说爱我最厉害。对啊，好，那本来是这样的。你用固定的手指来弹就比较固定啊。很怕弹错是吧？是很紧张，所以是，对啊，这个 OK。再学这一点先。生日快乐 ！City Plus FM 一周年纪念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是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叫做 Philo Music。Philo Music 其实就是由我身边这位 Ines， 也是我们 City Plus FM 听众所创办的，也是一周年了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也是刚刚好一周年了，跟 City Plus FM 两天耶！ Yeah, 所以要祝你们周年愉快！谢谢。是，刚刚我相信你们都有看到。弹的这个钢琴呢，你我这样厉害吗？是，我其实是这样厉害的。我是真的在几分钟，也没有几分钟啦，就是短短的15分钟内呢，就已经学会了。当然要有名师的指点，这位就是名师了。Ines 本身呢就开办了这间音乐艺术中心，然后他也是一名钢琴老师，对，弹得不错吧？很好，非常有天分。你是怎么认识 City Plus 的？其实我是通过一位朋友，他在 Facebook 有一天他就介绍了这个新电台。我记得那时候 City Plus FM 是刚刚成立而已。啊，那你听了过后，你自己什么感觉？其实我觉得很不错哎，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每一次收听都有收获。我的确是从里面听了很多的访问采访，然后我当中是学了很多的东西。当然里面很多的那个采访都有点亮了我很多的灯泡，因为我看见很多创业家，他们每次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可以听到他们的是很 positive 的，他们是很开朗的，然后他们的坚持，然后他们所走过的脚步，让我知道其实创业呢并不是很孤单的一条路。哦，哎，能不能分享一下，其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节目？我喜欢七七八八创业 Y 时代。啊，七七八八这一代创业 Y 时代，耶，是我的节目。你看我们常常说就是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，其实对于 DJ 来说呢，我自己本身的感受非常深，不单只是我们做节目可以让你有收获，那我们通过互动，就像 Ines 作为我们其中一位听众，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啊，所以这个叫收获其实是双向的，是互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非常感谢 Ines， 谢谢你教我这个钢琴。谢谢你们提供很多很有用的资讯给我们，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会介绍给你身边的朋友吗？会，我都一直有在介绍啊。所以你听到了，就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守住在 City Plus， 我们就希望每一天的节目每一次制作都能够让你有收获。